在澳洲这片神奇的大陆上，奇妙的事每天都会发生。不久前，一名昆士兰州居民就在自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一只绿色的树蛙竟然在吞吃一条剧毒的赤腹黑蛇。蛇的吞咽能力很强大，可以吃掉比自己体积大几倍的食物。蛙类更是他们的最爱。但这只树蛙却直接逆转食物链，吃掉了那条蛇。屋主表示，他之前从未看过这只青蛙吃蛇，现在他抓住蛇的身体，就像吸面条一样吃了起来。有网友认为，这只树蛙可能被蛇追到无路可逃，这才拼命反击，最后反败为胜。之前树蛙与蛇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已经无从知晓，只看这一幕就足够惊人了。